脚一起，头的枕骨靠后一点的位置，然后把你的双脚合起来，屁股抬起来。我们不需要起来，我只需要你往前走，就是感觉你的手肘向下推，屁股向上长高，感觉到你不用起来 ，OK， 我只是重心向前拖多了，所以你就找到你的脚变得很轻就可以 ，OK， 就到这里。ready 的人我会把你们拎起来的，再 ready 的人你自己就会起来了 ，OK， 来，去肩膀的内侧展开，好，然后慢慢的脚往前走就可以，对，起膝盖了，对，很好，没让你做这个。想要起倒立的人，今天必须双腿一起抬起来。如果你不能一起起，想都不要想，不要跟我继续做 ，OK？ 好，来，双脚一起，走，双脚一起，双脚一起，哎呀，双脚夹紧，不要着急，对，很好，双脚一起，稳定好，起不来没关系哈，来双，拿，就把那毛病改了，双脚和它一起，起不来就在这待着，双脚一起，一起夹紧，大腿跟着夹紧，有时候没有 ready。手关节往内收，保持住，没问题的啊，保持住，非常好，控制，我不会抖你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紧加紧加紧，非常好，加紧，背部收进去，很好，保持住，重心稍微往，脚手后侧一点点就好，很好，脚往上提，非常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屈髋，直腿下来，直腿屈髋，直腿屈髋，松掉腹股沟，松掉腹股沟，对，屈髋屈髋屈髋，对，然后落下，接下来同学回到巴拉萨那。轻而时放松，手臂向前。